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永恒，我们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。今天的话呢，继续啊，跟各位唠唠这个合金弹头的三代，一个踏实素材啊，来自于呢咱们的冰莲子大神打的呢是一个合金弹头三代，一个叫做全路线啊，全路线通关这样的一个操作啊。前面呢是给各位带来了第一关啊，目前为止呢是第二关啊，一开场呢依然是咱们的马二狗。然后这个位置你可以看到啊，一波这个倒着走是吧，很惬意的倒着走。然后呢这个位置揪了一个土豪，土豪一个电话扣过来，来给钱啊。这里呢给了一发这个子弹是也是一个强力子弹啊，这个就是一个小云彩啊，然后呢这个可以劈出一个闪电，会自动跟随目标啊。这个的话呢这个游戏30发的子弹都很厉害是吧，比如说 F 弹 S 弹还有这个弹。OK， 这里呢又救了一个猴啊，我方的这个强力外援，当然了他一般不怎么开枪是吧，而且呢时不时的他会掏出个香蕉自己吃一口，猴傻了看看着。但是呢我们这里马狗啊依然是火力保持的贼棒，捡了一个 F 疯狂的输出啊。之后这里是一个分支啊，左边是叫 S-Man 啊冰门，这里是救了几个隐藏的老头啊，然后呢没选择往冰门里走啊，不要着急啊各位，一会儿呢会走冰门。咱们呢先走一个正常路线啊，第二关正常路线呢就是往右啊，往右直接来。然后呢一会儿啊过了这帮僵尸就来到了这个 BOSS 战场烤鸭。这里呢把这个大猴带过来了啊，我们来看。然后这个位置会选择变成这个丧尸来攻击这个 BOSS 吗，我们来看啊会不会。哎，果然选择了变成丧尸啊，这样的话呢丧尸的输出奇高。我们来看啊，六个烤鸭登场，然后呢这里咱们直接开场放雷啊，喷一口雷直接呢秒杀掉了三个，然后跑一个位喷一口雷又秒了三个啊，这就是丧尸的威力。还没完， BOSS 的第二次变化，一开场直接丢雷，再来一颗啊，之后再来一颗，最后一颗送你走，再见。哎，居然没死啊，八难的，不好意思 啊，我以为是这个，我平时玩了个普通难度的，我记得我玩的普通难度好像四下就搞定了啊。这位置呢多了几个小米加步枪 ，OK 也可以。那么呢，咱们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就是第二关一个特别正常的路线，大多数玩家呢都会选择这条路线。那么呢，咱们来看一看，刚才没进那个冰门，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效果？来了啊，这里呢直接切到冰门处，然后呢换上了这个妹子直接进来了。这里可以看到呢好多的这个老头是吧都被冻住了啊，之后呢咱们这里呢先救一救老爷爷啊，挺不容易的，这么大岁数被冻住了。然后这里呢是救了一个敌方小兵啊，他也归人质，也归人质范畴。之后这个位置可以看到我们这里被敲了，变成了这个冰雕啊，这就是敌方的这个小兵啊，只有这条路线出现是雪人啊，他们的擅长是用这个寒气啊把咱们的变成这个冰雕，然后一锤子锤死，这是他们的进攻方式。那这里呢是救掉了这个旅行者小姐姐啊，这位置可以看到是吧变成雪人，但是呢你可以在他落锤之前快速的摇杆啊挣脱这个冰冻状态，之后这里挑逗这帮雪人，哎你可以看到是吧，他们拿出这个大鼓棒想砸咱们，但是没用，咱们再给他一顿固定刀啊，这是彻彻底底的固定刀了。之后呢在这些这个雪花弹道里边无限飘飞啊，这玩意儿冻不死人啊，只能那啥啊。这里是大象，哎这哎怎么了，哎哥们儿为什么不救那个象啊，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呢它是卡了一个这个雪人状态是吧，这是利用那一波剧情吗，感觉是利用那一波剧情时间卡了一波水的状态。然后这个位置呢是变成了这帮丧尸，哎那帮怪为什么不给这帮丧尸冻住，那如果是这个雪人状态下变成这个丧尸会怎么样呢，感觉好像就直接变成了丧尸。 OK， 那这个位置你可以看到跟这帮小丧尸玩得非常的开心啊，哎一波 F 直接这个跳下喷，这个大象的话呢就能骑到这个位置啊，然后就没了。好吧，那这里呢又回来了是吧，相当于呢是绕了一个道啊，绕了一个道，从这个雪人的领地啊，冰天雪地的战场绕过来了，然后呢又是这波熟悉的这个丧尸兵种，之后呢又是熟悉的 F 弹啊，之后看看是不是熟悉的剧情啊，应该不会吧，这里感觉不会再用那啥了，果然啊。
第一次呢用丧尸解决战斗，第二次呢就不用丧尸了，好吧。这里呢借着烤鸭登场的时候呢给各位介绍一下，这个大神的话呢叫做冰莲子啊，你可以在这个单个字母的视频网站之上呢找他的 ID 冰莲子啊，然后呢进入他的视频空间，关注他一下就可以呢收看他做的一些其他啊这些素材的一个 task 了啊，像什么拳皇了是吧，合金弹头的其他做了都有。然后这里你可以看到呢很明显啊，前面的这个丧尸的火力有多猛是吧，这里呢是在 F 弹， F 弹本身就是本游戏里非常强力的武器了，二十多发 F 弹呢才拿下了两个烤鸭啊，之前两颗雷就拿下了所有的烤鸭，但是这里呢烤鸭的存在呢就给咱们的一个秀的空间啊，你可以看到这里呢故意让什么烤鸭开这个子弹，然后在子弹中间穿梭之后呢来到了这个墓碑啊，咱们来看看这里呢是怎么搞这个墓碑，站在墓碑的这个极限压不到的位置，之后呢把墓碑打下来往上跳，看看能跳多高吧，就好像这个跳高游戏。好，这里呢是打掉了自己所有的这个火力，然后呢依然在疯狂的输出，最后呢是踩着墓碑的头顶拿下了墓碑。感谢咱们的冰莲子大神啊，我呢是本期的结论哈。如果呢各位喜欢我做的视频呢就帮忙点点关注吧，然后呢发一发评论转发还有赞是吧，咱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拜拜。